为节日商城镇核心，竹城家具园，西门口北齐帝王，亚洲金棺木，竹城甲子园。嗨，我是护眼大使杨元冠，暑假期间是家事高峰期，记得睡眠30分钟，休息10分钟，练习做眼睛。帮护眼从小做起。台湾儿童基金会关心您的灵魂之窗，有家就有新理想，想成家就有情感一家亲。全民多生气的师生运动公园，海口湖小道，欢迎走进的步行进入过程，请搜寻一家亲。大金空调，冲R32空调，全球8000万，感恩回馈，给金卡西山，最高升九千，直到四月底。有家就有新理想，儿童内衣，习惯多收一点，还不如把儿子买好一点。桃园有自制娃娃大专团队，下楼即可采买，赞助到双学区，解救群大足文会。生活太繁忙，想在城市遇见大自然。Let's venture， 全家一起体验新体验。Thank you.
投资者，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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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事是来自顾客的声音。今天我推荐你做化妆的功能，准备要进入全家商务车头店消费。有两个店员一看到我就决定和他关机，并帮我们把一个车塞进库里。后来因为一楼的休息区没有空位，他们又再度帮忙把一楼车搬到二楼，让我们可以有休息的地方。谢谢全家店员们的热心协助，你们真的好有爱心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消息，全家四度荣获台湾国界大评鉴电力商业组的金奖。每天暖心故事都在全家发生，这份冠军荣耀是属于所有的全家店员，你们真的真关心。转弯一号院，九号街坊两个新区。
港湾一号院，全家心平快乐。加在手中，明治白桃果汁软糖。